住时间越长，病人承受的风险越高。你如果嫌快，我可以慢慢开。我是在认真的问你。我也是认真回答。这样的男人，谁不心动啊？师长，你对华哥啊？我一定会想办法帮少维找到一个可以照顾他的老婆，但我把这个传承下去。师珍，你头发回去有再重染吗？看着好亮哦。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时间上房了。难道是他？我们是追逐流星的寻梦者，画下独一无二的图案，在每个夜晚把星空点亮，迎接耀眼的世界。我们是追逐流星的寻梦者，画下独一无二的图案，在每个夜晚把星空点亮，迎接耀眼的世界。我们是追逐流星的寻梦者，拉近转瞬即逝的时间，在每个明天能踏上霓虹，迎接光彩的未来。